因为伊整个影响大多数活动拢暂停，其中也包括着社区关怀据点的运作。为着避免长辈伫厝内底无聊，同时准继续维持关怀据点的功能，市府社会局特别运用通讯软体推出线顶关怀计划，其中媒体也亲自伫线顶甲长辈互动，希望长辈当透过新科技的运用，维持学习度过疫情难关。政府为了让长者会使得到更加完善的照顾，积极鼓励社区设立关怀据点。提供当地长辈相关的生活协助，但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，让关怀据点整个暂停。市府社会局为了让长辈会使伫厝里卖无聊，特别运用线顶的直播，组成工作小组，指导据点的长辈使用手机啊、甲电脑，让因会使透过网络来继续联络感情。平安无24吼，关到进哦，停管哦，关到进，这个人大家拢足忝啊吼，足无聊安尼，啊阮。这个关怀中照顾中心者呢，啊，甲各位设计一个用 LINE 吼来运动的这个工作啦吼。啊，目前为止，咱有371个点点，啊，咱有一个104个这个长照师，就是社照师吼，来这每一个点呢，啊，咱拢有这个关怀据点的服务员来甲咱斗相共啦吼。啊，咱每一个据点呢，即摆拢有成立一个 LINE 群组的，当透过这个 LINE 群组呢，啊，来这做一个活动啦。日前举办这个计划，启动仪式，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到线顶甲长辈互动。市长也透过这届的机会，提醒长辈疫情期间避免出门，同时也呼吁连假期间北部的市民朋友尽量卖回来，会使透过通讯软体来甲家中的亲友来互动。礼拜六大家借这个时间吼，呼吁咱北部的一挂朋友吼，还是亲友吼，暂时吼。暂时卖回来吼，你即马这个时阵回来是较危险，市长要甲大家拜托吼，咱会当打一个电话吼，也是用这个 LINE 甲咱的厝里的事实吼，甲因互动啊，叫因过节啊，但是吼，请伊唔免阁加开这个车钱，啊嘛唔免阁吼，这个伫冒着危险吼，冒着健康的危险来去坐车。首先加入这个计划，两位里长除了肯定这个计划的用心，加上用通讯软体甲长辈保持联络，让长辈对这个新的生活模式非常的娱乐。记者郭博义综合报道。